想到什么，或是怎么样让你觉得这首歌会不会太难唱？然后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啊。是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因为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佩珊她现在已经进到我们十二强了。对。那你平常会去 KTV 唱歌吗？平常比较少，因为我常常就是无时无刻都会唱歌。是。你会不会靠着这个唱歌来这个抒发自己的情感，或是有任何不开心的时候，或是不愉快的时候？不会啊。会吗？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，因为我比较不大会就是说话。哦。对，就是面对媒体什么的都比较不大会讲，但是我觉得用唱的，很多时候可以好好的表达，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。哦，所以唱歌是你一个表达自己的方式，因为你比较不善于言辞的表达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嗯。那所以屋顶这首歌是什么的表达吗？这个是厂商指定的。OK。OK。这个佩珊非常的敬业，非常的棒啦，对啊 ，OK。那么在这个阶段呢，是不是有任何这个媒体记者朋友们，相信大家都想要进行这个联发？真是害怕，不要害怕的事情。对，大家这个好好善待他，好不好？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们。OK， 如果要进行联访的话，我们请这个说媒体朋友们可以上前一步，谢谢。我觉得就是时间久了，大家就会知道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对，那我不会刻意，就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心想要炒作这件事情。而且在这边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很多事情就是并没有主动的去说一些字句，并不说是像第一次或者是什么初夜，关于这个方面是我从来没有自己从。嘴巴里面说出去过，然后是媒体的揣测，从初恋两个字，然后去衍生出来的一些说法跟写法。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就是我想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炒作吧？对啊。我相信是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。对，对，那我只是能够希望说大家能够了解，而且真的一切都是互相的。其实还好，对啊，当然是希望工作量能够变多啦。然后，但是以目前来说，其实。还并没有真的因为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说工作之后呢，还没有。就是都还在，都有还在考虑。如果有缘分的话，对呀、啊。下面是问这个有关电器方面的问题。那如果差不多的话，因为我们佩珊还要跟我们厂商一起来拍照。谢谢。